你看，台下坐着这么多人，于露西上台只要出现一秒钟的错误，比赛就完了。这个时候不是靠你打鸡血就能赢得冠军的。而且如果他真的有心结，你这么贸然送他上台只会毁了他，当众打击更为致命。我相信他可以做到。不了，我先走了。林楠，小莲儿，我找你有急事儿。对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各位莅临一年一度的动漫配音界盛会 ICO 榜大赛。本届 ICO 榜大赛经过严格的赛前遴选，共有30支队伍进入到了今天的预赛环节。接下来会有5支团队进入到今天的比赛，他们分别是游龙、风铃、北斗、芒果声音、落水工作室。提前预祝他们取得佳绩。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评委梁依依小姐，给我们带来经典配音片段。过去了，宗泽还没跟你表白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他敢，你跟着我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，不肯娶我。我的生命太短了，无法陪你终老，我死后你会伤心落泪的。没关系，猫没心没肺，猫记性不好，我保证在你死后不会哭，忘了你，忘得一干二净，然后再找个猫妖做丈夫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所以宗子啊，你娶我吧，我知道你从来都不舍得我难过，所有的犹豫，所有的拒绝都是为了我。我想让人开心，想让你开心。更加努力地去喜欢。燃烧绚丽的瞬间过后，也只不过是一片灰尘。虽然燃尽后只剩下灰尘，但绽放的那一刻给大家带来的幸福和喜悦也已经够了。大师兄，二郎，实在说，大师兄，陈贵来，你去多做什么了解啊？蜀中，蜀中看林总呢？看到了吗？我没找着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别找了，他又不参加比赛，赶紧再顺你点词儿吧。你们说是不是因为我林总才不敢来看咱们比赛的？怎么可能？试一下。你别瞎想了，有这功夫多顺几遍词儿比什么都强啊。游龙团队最终平均得分是85分，恭喜你们目前暂时领先所有团队。非常感谢上一组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年轻富有活力的风铃团队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，掌声有请。你干嘛呢？走呀。哦。
云露西，师傅，小天，送衣服，拿着它。我这个师傅已经够不完美了，你就算是配砸了也没关系，只要在台上开了口，你就赢了。加油！相信我，师傅。去吧，加油！82分，风铃团队，我给出的分数是86分。那依依老师，你呢？因为我对风铃团队比较了解，所以我想多说两句。风铃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，但是他们刚刚表现得非常出色。他们用自己的声音，很好地诠释了戏中的爱与恨，把我们带到了他们的角色当中。所以我给风铃的分数是95分，希望你们能好好努力，加油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四位评委老师。那么风铃团队他们的最终得分是87分，恭喜风铃团队入围本届 ICO 榜决赛，恭喜你们。行，我说两句。今天大家表现的都很优秀，吃好喝好玩好。没了。好了，林总难得给你们放个假，你们还这么多事儿。今天表现很给力啊，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。来玩游戏，玩游戏，15-20，谁来谁来谁来。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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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陪你来呀、啊。那我点歌曲。不能我来了你走了吧？有些人呐、啊，真是成天腻在一起还不嫌够呢。你这是赤裸裸的嫉妒。15-20。15-20。好，多喝点，再来再来。15-20。15-20。徐总，快快！你说你俩怎么就成了师徒了呢？这然后还一样的衣服，哎。就是啊，我看看。哎，你就别藏了，我们都看见了。这后边一个大南瓜，啊，小南瓜，我得看看。刘子维，没大没小了。哎呀，谁不知道？这是就是。其实，最近也不是最近，因为这几天事情也比较多，所以我没正式宣布，就都知道了。哦。那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得敬师徒一杯？哎，
这可以有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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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一个。举起酒杯，把酒杯端起来。来，敬林总，敬林总。好事成双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来，敬你们师徒。来，师傅，干了，干杯。来，哎，别。还有我呢。干，干。来吧，林总，我们俩再敬你一杯。我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云如新的伙伴吗？哎，再喝就没意思了啊。对呀，你这样，林总，我单独敬你一杯。我先把他这杯喝了。来。你们谁点的歌啊？怎么没人唱啊？我的，我的。哎，我要合唱。娜姐，咱们俩喝一杯。我喝。啊啊，君老二。君老二，大南瓜，小南瓜，赵杰安真会起名字。但是你是怎么拿到我衣服的？跟你弟弟说让他送过来。那我们走吗？我们进去接着喝。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被他们那几个臭小子给喝大。可是我没事，我还能喝。师傅，我保护你，我们接着喝。好，看脚下，台阶，来。嗯。师傅，你是不是不信我没有喝醉？嗯，那我证明给你看。这种台阶我平常就能跳伞。我现在也能跳伞。说了吗？台阶太危险了。走吧。好。小心一点。师傅，谢谢你，最后还是愿意相信我。不用谢我。其实是你战胜了你自己，你也战胜了你自己。你说你的声音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啊？没关系。如果你想听，师父就告诉你。之前我被诊断出有喉癌，医生催我要我赶紧去完成手术，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。代价呢，就是声带受损，之后再也无法从事跟配音相关的工作了。如果说我的声音没了，那麦大也就不存在了。师傅，你疼吗？我给你治治吧。这你也会治？我小时候可皮了，我爸跟我说，哪儿疼呢，吹一吹就好。我帮你吹吹吧。是这儿吗？还是这儿。